莫雨同志，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，这将直接挽救北平，甚至华北地下组织的许多同志的生命。我代表组织，代表所有区委的同志，和华北的地下党感谢你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通知他们？他们必须做出迅速的转移。走交通站怕是来不及了。 有什么新消息？哦，区委决定，所有新建联络站进入冬眠状态，旧有联络站转移，咱们这个联络站时间太久，需要马上关闭。你明天就走，我后天离开。为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只是区委的指示，没有讲原因。 干什么？下一步的任务什么时候下达？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，在劝业场的国泰茶楼的公示板上，会张贴出找你的寻人启事。那上面的地址就是你新的工作地址。哎，看来啊，是出了叛徒，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。 收到了。那就是说那些人都……应该是彻底了。李健和先生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你在发抖？是吗？你自己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很高兴。 你呢？正常。其实我也不是高兴，我就是兴奋。对，兴奋，特别兴奋，特别兴奋，特别兴奋，我兴奋得不得了。我救人了，对吗？你救了很多人。你知道。
这是我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，我都想跳起来，我想喊。你看，我的牙齿都在抖。注意你的情绪，你的情绪太反常了，这样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反常一会儿。你知道我们身边都是什么人吗？ 你这样做的话，不行。做我们这样的工作，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的。你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这个舞厅里的人都是胭脂粉黛吗？ 干什么？现在干什么？以后还干什么？什么？就在妇女会？去哪儿？北支那司令部，还是北平宪兵队？包括傅秘书的老家被日本人屠了村？当然。这些真的都有用？情报工作。 就是在迷乱的信息中寻找逻辑和必然。三三，花样的。能跟你们在一起，我才真是高兴。真希望我是有用的。瞧瞧你这副德行，啊！他我们庆王府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无良子？还不爱什么的？你碍了我的眼了。 拿了把玩具手枪，你去吓唬谁呀？你就把机关枪架在了所有人的身上。你就说我吧，我舅舅一直不待见我，那天你也看到了。 可我从来没担心过。我觉得，总有一天他一定会以我为骄傲。人呐，不能以一日论断肠。真的，真的，从今天开始。 去通知宋组长，河北站遭到破坏，怀疑有人变节。北平联络站转移，工作休眠。梁军，你们抓到共产党没有？昨天晚上根据唐浩文的情报，我们全取了军统河北站，只有隔壁人漏网。共产党呢？ 你们对已抓共党的审讯进展如何？啊，
共产党的都是些死硬分子，最近的审讯一直都问的是结果。没得得死，都是马西达卡。 今天早上接到沙子的报告，北平共党内部调整，所有交通站联络站一律关闭。这不是一个小的动作，一定是他们内部发现了什么情况。头科的最近没有任何新的情况，你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到底谁在工作？ 梅和菊，如果行动的话，都会汇动到我这里。共产党虽然谨慎，但也从不胆小。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你这就去海援俱乐部一趟，把我们掌握的情况跟松井大佐汇报一下。松岡川，昨日ホテルでの行動は非常に満足しています。しかも。 唐先生の合作の態度を気に入れてます。今度、北京市の副市長の職務を君に求める。さらに、唐先生と我々の合作をもっと見せたいですね。はい、将軍閣下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組織が移動。そんなまさかボディの地下とは。ならば、すぐに逮捕しましょう。ションシャンルー117号、フォンルー書店、勝利校54号、ハンドリー時計店。梁学、首都は集めて、共産党を捕まえ。まさか、家屋の敷き跡が崩壊し、疑われていると。 共産党員はとても慎重です。今見ると、君が北平の共産党を全部掴むのと約束を守ることは不可能だな。それはあなたがだらしない性でしょう。そうでもないだろう。走。 今天结束的时候，唐浩文还一直向松井强调，对共产党维普的失败都是日本人贻误战绩的结果，责任不应该由他负。总之，他就是觉得警察局局长职位太低，他要的是北平市副市长。那松井怎么说？松井答应转达唐浩文的要求，并给唐安排了住处，让他休息，准备复职。 那就是说，警察局长是最起码的了。嗯，没别的办法了，干掉他，一了百了。这绝对不行。要是日本人知道了，会更发脾气，我们会更完蛋。那也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呀。哎呀，要不然，既干掉他，又不留痕迹。你这是废话，哪儿找那个既当公鸡又当母鸡的办法？但是。 现在最恨他的，最想让他死的，不应该是你们吧？姑娘，你是个天才呀！<笑>
根据敌统领嘉奖，北平区委敌工部因工作突出，取得成绩优异，及时掌握情报，避免了我党遭受重大损失。根据敌党会决定，授予北平敌工部集体三等功。你立功了？我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啊。集体奖是不提个人名字的，北平敌工部现在就是你和我，所以你现在是我们的功臣了。恭喜你啊。旧金山以后，田伯伯和田伯母会来接你们的。田伯伯是爸爸生前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曾经一起在日本读的书。知道了。大姐，你说我们这一走还会回来吗？还没走就想着回来啊，傻丫头。不管怎么样，也得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。田伯伯说了，你去那儿只要语言过了关，就可以申请那里的大学了。大姐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不应该分开的。都已经分开了，青玉一直在北平城里，不也没有见到他吗？看来以后只能我去看你们了。真没想到，这么大的北平城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大姐，三三，爸爸，我立功了。立功好啊，那干嘛想哭啊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哭。他们还说我是功臣，我不要立功，我要赎罪。在我身上罪孽深重，因为我的缘故死了太多人。我是害人精。别这么说，爸爸觉得我们家三三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任何人。这一次我救人了，杰克说救了很多的人，他说是因为我给他们争取了机会活下来的。是不是功臣我不知道，但我想我可以赎罪了。这不挺好吗？我不是害人精了，我做了对别人有用的事情。我是个有用处的人，以前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老问杰克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。现在我明白，真的很重要。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，我是有用处的。那这么说，你不想走了？但是我怕红玉难过，他会恨死我的。我该怎么办？这件事儿，如果放在青玉和冷玉他们身上，爸爸知道他们会怎么做。可你，爸爸就想不出了。因为我们家墨玉啊，向来是有自己的想法，别人是没法替你做决定的。
但是，我提醒你一句：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，一所当为，亦然为之。记住，爸爸永远爱你。真好看，哟，真轻啊！这可是真货，租来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唐浩文的行踪？这里面会不会有诈？这个阶段，他应该非常小心才是啊。再小心也没用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谁让他喜欢这玩意儿的？小心点啊！里边请，请。哎呀，好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干嘛要出手啊？这不是要出国了吗？东西太多，带不走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昨天下午，一枪毙命，杀手是个女的，应该是重庆方面的人。市长在开会，咱们坐会儿。哎，就是这个女的。市长，您慢点。市长来了，市长，陈小姐，请，无礼请，欢迎，谢谢，请请，来来来，姑娘进来进来，不要受拘束啊，来，莫小姐坐，请坐坐坐，莫小姐，坐坐坐，坐下坐下，来坐我这儿。江市长好，坐下坐下，别客气。陈墨玉，我记住你了，美丽、聪明、勇敢，是个人才。以后啊，在外边叫市长，进了这个屋就叫老板。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，得按照我们的规矩啊。老板好。听说你要离开，不要走了，留下来嘛，我们很需要你。胡处长一直对我很好，我就是做了一个下属该做的，况且我好像也没做什么，也没帮到什么太大的忙。你们处长和汤局长都一个劲儿地夸你，难得你这么年轻又这么冷静，留下来，我会为你重任的。魏小姐，你看大老板都这么说了，你呀就别要犹豫了。就是，别再犹豫了，这儿多好啊，这么多人照顾你，你算是呼风唤雨啊，别说是美国了，就是天堂也就不过如此了。Thank you.
我不想走了。我觉得我不应该走，我不能走。现在我不再怀疑我的工作是不是有用的了，我看到了它的用处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用处。这一年来，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儿，错了不知道多少回。现在我找到方向了，我看清前面的路了，我怎么能不接着走下去？我要走下去，我不应该半途而废。有人也需要我，我不能走。你说过，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些使命的。我现在找到我的使命了。三三，这可不是儿戏。你知道你说的这番话的分量吗？知道。你要明白，这是一份非常艰难、非常痛苦的工作，其艰难和痛苦程度，可能是你现在根本都无法想象的。这意味着，你在未来会以一个汉奸的身份出现。我现在已经是了。老天只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没有选择。赴汤蹈火，我心甘情愿。我需要重新请示，是否得到批准，还要等上级的指示。我等，请你告诉他们，陈墨玉坚决请求留下。如果觉得我有用，请留下我。那天老板的话我也觉得有道理，想想去美国万里迢迢，我心里也打怵。既然老板说要重赏我，我想问问，这赏都有些什么？你终于想通了，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这两天我一直为找人顶你的缺耳犯愁呢。啊，今天你肯说不走，这薪水和职务条件由你开。你帮过老板，也帮过我，这人情我记着呢。啊，我做主，你就是要天我也给了，怎么样？来，我们为三小姐一路顺风，碰一杯。你们喝你们的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啊？说好了啊，今天是我为陈三小姐送行，这顿饭我结账啊。我明白，我还得再请一顿。算了，请来请去的，说不定过两天我又逃回来了。哎，我猜你得，这到美国一看，好家伙，非我族类，必有一心呐。待着也没意思，说话也听不懂，你肯定得回来。有你这么送行的吗？你得多鼓励人家才是。哦，那德林哥哥鼓励你几句。走吧，瞧北平这乱劲儿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没准哪天德林哥哥就到美国找你去，到时候可别说不认识我啊！来，先我去了。经理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嗯，我也得试试陪一会儿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酒可给你留着啊！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。你可以留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工作。太好了，我就在等这句话。今天江朝宗给我开出条件了，让我做文化处副处长。但是，你需要一个留下来的理由，一个众人眼里陈墨玉的理由。我知道了，是一个符合陈墨玉性格的理由。封官许愿。肯定不是陈墨玉的理由，这种好处，在他是根本入不了眼的。对于陈墨玉来说，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的姐妹。大家都知道，陈墨玉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一切的。我明白了，我是为了青玉留下来的，我本来就是欠他一条命的。在红玉和青玉之间，我会选择二姐。
继续说。我在汤明善那儿看到了青玉的通缉令，他现在是他们一力要抓捕的人，他也是陈墨玉会用生命保护的人，我完全有理由为他留下来，对吗？还有呢？我现在是江朝宗的心腹，跟警察局长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我在政府部门工作，这些都能让我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他。最终，我可能利用这个身份和我的人脉，让他免死。这个理由够不够强大？这个理由是够强大了，可是这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啊。对，所以我不用说出口，不用跟任何人解释，看上去没有任何理由，这符合我的性格。我本来就是个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的人，只要我认为对，我就会去做。这倒像你的性格。我是为了红玉答应离开的，现在又要留下来，其实说什么理由都不会有人相信。为了青玉是唯一合理的理由，这个理由只有在最最关键的时候才有用。可是，你考虑过冷玉和红玉的感受吗？我不想，我不敢想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走了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你还没明白吗？我不想什么时候走，我不想走了。你让红玉一个人走吧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还能有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，听不懂中文了。你反悔了？我没法跟红玉说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。其实也不用跟他说，到时候你给他买张票，把他送走就完了。先不要着急，我再劝劝他，他也不知道在犯什么浑，还是鬼迷了心窍。我再劝劝他，算了，他有什么好劝的？他根本就是那样的人，他早已经变了的。陈墨玉，从现在起，你不是我姐姐。根本就是个汉奸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管不了他，我从小就管不了，我谁也管不了。我真是太无能了，爸妈都不在了。我想作为大姐，我应该把大家都聚在这个家里。我想做一个称职的大姐。我希望姐妹们能像从前那样的友爱。我们四个曾经都那么好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没做到。我努力了，可是我越做越糟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这个家眼看就要散了，就像花瓣从花朵上掉下来一样，我没有能力把它们合上。他在哪儿？文化处今天有个舞会。我去看一看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求。
求也求了，跪也跪了，我就差跟他死了。红玉是死过了，可又有什么用？门为什么关上了？陈小姐在里面。什么都别问我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没什么可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是真的没什么，还是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别说，你的中文学得够好的，这两个意思确实不一样。但是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那就是有什么，却不能说。跟冷玉不能说，跟我也不能说吗？就不需要说出来，有人能够帮助你一下。反正我是改变了主意。我对不起红玉，也对不起大姐。我最多就能说这么多了。既然是有理由的，那就说出来，让大家解脱，不好吗？这样让大家都痛苦，何必呢？将来，我想你们会明白的。或者不用等太久，我确实有我不能走的理由，但我真的不能说。就连这句话，我也只是跟你一个人说了，所以别再问我了。帮我劝劝大姐。至于红玉，我也只能对不起她了。月亮哥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可能是为了我自己。有。
像心中泛起的涟漪随风去，只留下空空的心，让它慢慢忘记热情。生命去回答所有谜句，你是伤伤人浓墨，忘不了你相思相依，恨过的你恨过的你都成幻灭，雾重重泪雨蒙蒙，身不由己千年归期，想念浓浓，忘不了你，相思相依。